那个箱子里，筷子装上油吧。这个肉，不要钱钱，他出国了。你只要把钱报出来了，我大概有印象。我讲我没印象不？你这我也有印象。给他把我录个。就是对你吃的东西我没印象。不是，我现在吃肉。啊。我要讲话就是影响。不会。他主要是拍照，讲话不会影响。能把你的很磁性的声音。录进去也是他的姓氏，知道吗？前面我都给他打过了，中国十八般武艺我都打过了，什么降龙摆尾、飞龙在天啊、神龙、大龙，是吧？色香味，看到没有？好的。要拍上哪个新闻？主角，我听。他美食吗？啊，对，他是韩国的一个朋友，韩国的一个朋友。他是韩国的。对。难怪他讲话都不清楚了。中文讲的不太多。中文不会太多，中文讲的不会太多，就会哈喽，谢谢，你好。Hello。那你跟贾伟业一直跟他聊。那他也是带翻译的呀。你们不要，这都二十一世纪了，不要这么迂腐，好不好？都是地球人，知道不？都是一样的，知道不？辣椒要不要？不要。老板。来，你说。在微信里可以，在微信里可以，在微信里可以。微信里面打字可以吧？打字可以，对。讲不着吧？讲不着，只能打字。葱花好，葱花要的好。辣椒要不要？要。我人太多了，我操。来不？麻辣。好，炒饭啊。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，讲你老乡就讲你老乡来吹牛逼了，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，咱的剑是这样。
啊，就那个十四。这份出来就到你了，兄弟。免费的，你不要也是那个价，真的。不是，我不喜欢吃那个。哦，好吧，好的。下次提前做。辣椒。少一点。炒完之后放点葱花。啊？炒完之后放点葱花。好。你这一想，搞得我好像不会炒。不是，喜欢吃。他有要求，没办法，不要青菜，我乱七八糟的。你青菜肯定豆芽都要，对吧？我不要青菜。哦，你不要青菜，分两次，分两次做好吃一点。啊，三连嘛，反正现在不怎么忙。多少钱？12块。加鸡蛋炒的8块，那你看你要加什么东西？辣椒要不要？